童玩具，我是你们最最要好的朋友小鱼姐姐。今天啊，小鱼姐姐带来了神奇的新玩具，就是我们的奥特曼变形蛋玩具。你看，这个是贝利亚奥特曼的变形蛋，这个是赛罗奥特曼的变形蛋，那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快和小鱼姐姐一起去看看吧。对面的女孩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里的僵尸有点帅。哎，这里怎么有这么多蛋呀？嘿嘿，我来挑一挑，哪个蛋我比较喜欢吧。红蛋代表正义，我不喜欢。蓝蛋代表睿智，我也不喜欢。这个玉米蛋我也不怎么喜欢。那边有个黑蛋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哎，这个黑蛋不错呀，和我这身白西装，很搭配嘛。黑蛋，黑蛋，快开门，有人偷你的小花盆。是谁在召唤我，贝利亚呀？是你这个小僵尸在召唤我吗？小僵尸，是我召唤你出来，你不是应该叫僵尸老大吗？还僵尸老大，你是不知道我是谁是不是？我可是银河皇帝贝利亚呀。贝利亚又怎么样啊？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厉害。贝利亚巨型死亡光刃。什么帽子？不就是个破铁桶吗？你就像不召唤你出来，让你永远都是个蛋。哎呦，小子，你是真不怕死啊！看我的贝利亚黑暗之力！雷德王还不赶快现身？你在那儿看热闹吗？再不出来，一会儿我打趴了你！哎，老大，老大，不要不要！雷德王变身！老大，老大，这不是变出来了吗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打我！你个小子，看我变成蛋也不出来救我！我这不是也变成蛋了吗？老大，伤悟道，伤悟道，火大伤身体。对对对，不能这样，火大对皮肤不好。好了，你们俩聊完了吗？哎，老大，你听见谁说话了吗？能用谁说话呀？怕挨打就直说，还整这个没用的。老大，老大，没有，真有人说话。你们是真拿我们不存在呀？赛罗集体变身。贝利亚，我们这三个大蛋在这里这么久，你都没看到我们吗？存在感？我们真的没觉得你们存在，说明你们的存在感太差了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老大，我都没有发现他们。哟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赛罗的存在感。赛罗，究极赛罗，强壮日冕赛罗，合体终极赛罗光线。赛罗，你们也太强了呀！不要骄傲，我还会回来的，咱们走。老大，老大，还有我呢，别忘了我呀。这个贝利亚真是不知道好歹呀，居然敢质疑我们的存在。我赛罗存在感一直都很强的，是不是啊，伙计？必须的，必须的，咱们赛罗形态是全宇宙最帅的。嘿嘿，两位哥哥说的对呀。哎呀，兄弟们，刚才飞太久了，好累呀，要不然咱们就以蛋的形态在这儿睡一觉吧。我看行，我看行，就这样吧，我好困呀，睡了睡了。喜羊羊美羊羊美羊羊沸羊羊，别跟我只是一只羊，羊儿的力量无法想象。哎，
这里怎么有三颗蛋呀？是老天赏给我的吗？因为我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。正好肚子好饿呀，本来想去抓小猪佩奇抓来吃，这正好有三颗蛋，也是没人要的，要不然拿回家呀。这个主意好，走了，我亲爱的蛋蛋们，今天收获可真丰富啊！出来吧，蛋蛋们。哎，也不知道这些蛋蛋红红蓝蓝的，会不会吃坏肚子呀？哎，反正饿的时候什么都好吃。哎，肚子好饿呀，要不然赶紧煮来吃吧。哎，就先煮这个吧。哎呀，谁把我吵醒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鸡蛋怎么说话了？哎呀，好吵啊，是谁呀？怎么第二颗蛋也说话了？哎呀，到底是谁呀，把我们吵醒了？哎呦，谁呀？这个蛋又会动又会说话。哎呀，真是烦人。赛罗变身。是你呀，赛兔子！我说是谁这么讨厌，吵着我们睡觉了？原来是贝老黑你呀！你们这是耍我吗？什么耍你呀？我们正睡觉呢，你把我们搬到你这破洞里来，又潮又湿的！你们就是耍我！还有谁说这山洞不好了？这可是我的家！你的家又怎么样啊？不照样是又臭又潮又湿？气死你！你们吃我一招！贝利亚巨型死亡光刃，赛罗屏障！哎呀，居然给挡住了！真有你们的赛罗！必须的，也不是我们谦虚，我们三个还打不过你一个吗？看我们的吧！强壮人民！赛罗原石，赛罗救急，全形态攻击！啊！你们三个打得我好疼啊！三个打一个，不公平！不公平是吧？那再来一次，三合力一击！啊！你们给我滚出我家！也对，原来都是你吓得跑了。这次在你家，该走的是我们。对，兄弟们，咱们走吧，这个地方太臭了。好，咱们赶快走吧。你们给我回来，给我说清楚谁的家臭。哎，好嘞，那就今晚见，我先挂了啊。哎，那啥，刚才我哥们说了，今晚有个 party， 要不一起去吧？不过，那个 party 需要盛装出席。那我已经换好了。哎，你能不能每次别都这样？哪样了？站住！打劫！你们想干嘛？你们俩上车。我已经上车了呀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还说什么？上车！你们老实点啊，别动。不动。老大，你确定这样可行？反正咱们需要钱，试试吧。要不然把他们绑起来。绑好了呀。闹什么呢？都给我正常一点。我已经正常了呀。你们这是耍我们吗？大哥，他就这样，慢慢的就习惯了。老实待着，别闹。拿电话给他的家人打电话，拿钱来赎他们。好，老大。老大，通了。我告诉你们，那两个小子在我手里，如果你拿500,000来，我们就放他们回家。我已经到家了呀。人呢？我已经到家了呀。快回来，要不然就杀了你。
先和电话说清楚。我告诉你，拿了500,000，我们绝对会放了他们。不过千万不要报警。我已经报警了呀。喂，你别闹了。啊，我生气了，你破坏我们的计划。老大，现在这个情况需要劫持一个人质。我已经被劫持了呀。对，